做你想做的动物，做贼心机，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怎么都觉得做鸡心机，叮叮叮欢乐赛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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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哇，嘟嘟你，对啊，我要讲我四个月没有参加欢乐赛哇，怎么又是我两个月没有参加了？原来你的意思是这个。又是今天喵他说他四月没有参加，我想说啊，这个月就是四月啊，没有啊，因为刚好我说那个元旦，你知道，完全不想理他。新闻，元旦新年，然后秋风生日，然后又撞什么？我记得反正就连续了，刚好原来是四个月没参加，四个月没参，四月没参，我就讲然就没参加，四个月，四月是现在啊，四月很久没参加了，跟这个人沟通完全不理他。哦，好，嗯，拜拜。那明就打。四个月，你们可以先去吵一架了，先去吵一架，先去吵一下，你先吵一下，先去吵一下，打一下，可以用脚护着了，不要，国小脚，国小脚，用脚护着是什么？斗鸡啊，诡异哦，你的左脚会跟右脚打架吗？对，然后就抽筋了。对，还没进来。等一下，我用错版本了。二零没有开麦。文姬起舞。二零，你墨镜拿下来会不会跟他们一样啊？长那么奇怪。原来是这样才戴眼镜。你说谁奇怪？谁奇怪？谁谁？说谁奇怪？谁？谁他妈抢我的？最哭的人。所以二零其实是为了遮眼睛才戴墨镜的，被发现了，对啊，让别人认得出我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应该让你身上所有 skin 的眼睛都变成那个样子。你说后面的吗？后面啊？你少你少撞了，我真的没有听懂吧？你要玩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都看到冒烟了，外面在冒烟了，后面冒烟，鬼火，对，后面在冒烟哦，冒烟，好，我在玩指令，来了，哦，冒烟，这什么？不是冒汗的，只有看的那个位置。会冒烟哦，动眼装置是不是？哦，眼对，好屌哦！他可不可以烧起来吗？可不可以让他烧起来？我看到的那个烧起来，看着看着就烧起来，看着他飘起来好不好？哦，看到的那个人飘起来了，好啊，飘起来。好，有人要下不来了。哦，有在飘，在飞。所以我是变成介福棒的概念。但假如肉眼看就可以，这么强、啊？我比他更强。没有，你只是全场的那个焦点。还有没有更多人看，然后会飞更快啊？你可以啊，等你弄出那个指令啊，可以啊。直接往下冲出来！你在点菜啊？嗯，有人看到了这个人飘起来。可是有个距离啊，有个距离。他的距离是？为什么我是往下沉呢？五秒，五格，看我五，就飘一下，没办法，你要一直看着他，一直看着他，一直看着他就可以。好难哦，好难，一直看着他。哎，我们不要一定，不要一定距离，我就一直在看他。哎，有，一直在飘，一直在。你不要看我，你不要看我。怎么中了，小美？你怎么被他看不起来？快我！说到有爱你就掉下来，这个会不知不觉就掉，你都不知道，误会。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用肉眼干掉对方。这应该掉就全部都摔死吧？有点难，有点难。那我们要虚弱啊！就看着看到对方死掉，那就不能动手啊，只能用眼睛看。永远都是摔死，把他弄到摔死。我们用行动，我们就变成冒险模式就行了。有冒险模式，因为打架，大家都摔死，然后那个被打死感觉最累，有没有？我们11个人分3队，有一队会有4个人，
但那四个人就都要发光。哦，好哦，方便我们。也是标靶啊，三个人的就没关系，好不好？飞高高，飞高高。哇，那个四个人那队自己用发光指令哦。好哦，自己 Google。分队，我觉得这个很酷。啊，音乐交给你了。怎么是两个四个啊？怎么会有？怎么会有？对啊，两个四个，对，两个四个，哎，误会误会，那所以三个人，十一个人呢？现在是十一个，所以应该是，应该是三个人那个发光吗？哦，三个人发光吗？不少的发光，不少的发光，已经弱势了，还要发光？三个人发光太可怜。所以哦，我算错了，还是要三三三二两个人发光，三三三二二个人。太惨了吧！好惨啊！这么可怕！三二，嗯，十一个人啊！那就分成两队。那就这样啊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好啊，两队发光，两队发光。哦，好，好，不是分成三队，一队五个人，然后一个人的那个隐形。好可怜哦，一个人，一个人超可怜。对啊，一个人好可怜。一个人啊！是你们觉得五个太远，要不要近一点的？感谢超级留言，他可以调整五格，可以啊，就是有一点距离啊，甚至十格。哎呦，有点距离才太远了。好啊，那个人突然飘起来，表示有人在看我这样子。有点距离的美才是最美。说就是队友在看哇，队友在看，到底谁在看你啊？这样才有办法持续看他越飞越高啊。那就是一格跟九格都不算，如果十格的话，十一跟九都不算哦。太近太远都不行，一定要刚好那个。他现在是五格，现在是五格。太近太远都不行，太难了吧？所以你太近飘不起来，太远了。所以很难哦。他后退一格，你就要前进一格。第八、第九都可以吗？还是现在是五？现在是五？现在是五？对，调远点啊！你要多远？十格啊！你刚说真的十格，这好难抓距离啊！对啊，你没有办法一直飘起来，是角落的关系吗？不是，你叫我们人少的才有办法躲起来，有没有偷看你们？好远哦，这个这样子，那躲起来偷看，超远的，这样是多远啊？太难了吧，抓距离好难抓哦，超难抓的。你要说我量一下距离哈，我量一下距离，量一下距离哈，那没办法，太远的啦。等一下，到下面就刺激了，太晚了，不能用打的哦，只能用肉眼盯死对方，看着，这太好难哦，还不难，这都盖个木头，各奔东西，这个开始，这个看别人会飘，别人看你也会飘，对啊，跟那几是不是？那几，要等他们上面的，我看一下，抓好距哦，可以。团团吗？十格啊，随便拉一个人啊。其实我觉得算近呢、欸，十格还好啊。你要想办法躲起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偷窥人家，对吧、啊？至少另外两队他们都会发光，我们三个人不会发光，可以尽量遮蔽自己。要改成他们发光，我们赢。那就来啦，暗中观察，用肉眼盯死对手。彼此不要互看到哦。我给你东西 ，Q 出去啊！你人嘞？这个如果拿到水桶就很强啊！你掉下来就放水，对啊。哦，哎呦，已经开始体验了吗？哎呦，我笑一下。刚是有人偷看我，那我们往下看有没有办法挖体？对啊。那我挖树啊。他说他去添加哦，那个刚刚消掉了东西。那个刚刚指令。对，刚刚放在上面，救命！对，有看到他们发光吗 ？No， 他们还没打。不要发光哟！我们趁现在，赶快先想办法。有，发光了，发光了，发光了！隔壁耶，真假？可是现在还不确定肉眼可不可以看到。那集啊？应该没有，因为看过去，有了。你在看动物是不是？没有，你看过去会有那个粒子效果。有啊，可是还对对对、啊、我刚看那集没飞。为什么我一直看树树会有粒子效果啊？就是刚刚那个啊，就特别调啦。啊，你只要看到的是
生物它就会飞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、哦？我看到蓝队，我现在想要找、哦、找有没有铁。看到生物，生物动物也算吗？嗯，应该都会飞、欸。我们其实分开来了，没关系。我在最下面。动物好像不会、欸，只有看玩家 看人才会。哦，那个红队在很高、欸，小心哦、喔。看死他。后面的。想要寻觅一个铁，寻觅不到。哎呦，有洞窟，有洞窟，还有蝙蝠。啊、哦，就在这里。大伙加油啊！我们只有三个轮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用肉眼看死他们。那个红色的，好像那吉怎么空血了？他刚摔到，我刚摔到一个。那吉，你不要看我那吉。自己人别乱看，没有在洞窟，他眼神看过来。哎呦，苦力怕了，挖到铁了，可是哇、欸，这么远还空那么大格哦，好痛哦！今天开心场，哇，你现在在好暗好暗，可是我相信下面一定会有铁。UNF 会不会看自己啊？看自己自己会不会飞起来？不会啊，看自己脚啊。欸、超级暗的洞窟，然后看不到自己脚。哎、欸，矿车，好像废矿区，矿车移动声应该是在刷地图吧？不是矿车宝箱。哎、欸，我往前，我找到铁了，我找到铁了，等一下，我只能挖三个就要赶快走了，没问题。我们怕生怪，我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我这里铁超多。没关系，我有了，我有五个铁。眼睛有啦、啊、其他的东西也不用嘛，因为有个铁，有水桶就很 OK 了。每人一桶。那你有吗？我还没有啊，还没挖到铁。我这边想挖的话是还可以再挖，找到一个深坑。深坑，哎、欸，我看到铁了。来来来，马上来准备烧铁。哎，烧错了。铁，虽然损失一点血量，但一定 OK。我有铁，多的铁其实应该也没怎么用啊。你做装备，做装备会比较耐摔吗？会。会哦，至少要有鞋子。鞋子啊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他们都没有打起来，你没办法打起来吧？应该说他们都没有看起来，他们都没有看起来。先捞个水了。怎样？怎样？我们要不要去偷看他们？对吧？偷看。阿吉，我铁了，我又铁了，这真的叫做偷看。我这边多的还刚好可以做一个鞋子。哦，我也想要做鞋鞋。铁超多哎、欸，我这里。没关系，穿鞋鞋跟拿个水桶就可以去。对呢，也不拿钻石剑哦。对啊，就打怪啊，你不能打人。好，盾牌也没用。嗯，盾牌。哇、哦，整装待发，这样就被发现了我们的战术了。谢谢。你们有看到哪一队吗？想要往哪一队看过去？我要走了，那吉加油。我只这边，我们在我这边地底看到的是红队。对啊，就想要看哪一队，因为我们现在分开来啊。欸，他们是不是很近了？他们在互看了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嗎？有，他们都很近。哎呦、哦，他们都在看，他们都在看了。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看过去啊。可不可以生物的？生物也是这样可以看玩家。生物好像没有用啊。
不是，就是生物看我们也有用，有没有？鸡就会，你拿种子，鸡就会看你。生物看我们有用吗？没那么可怕吧？我说如果啦。哦，那太恐怖了吧？超恐怖哎、欸！他们看起来，赶快过去看他们。好好好，这两桶水桶，一边在上面，以防万一。三上三下互看，在哪、啊？其实我没看到他们发光。有啊，太远。在身边，我被哈基看了，可是我头上有树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你们的坐标大概多少啊？负一二九，负二九二，然后负三三五。三三五。